那你一定想知道达人出游都带了些什么秘密武器。今天我们特别到苗栗知名营区执行一个秘密任务，直击知名露营网红刘太太的行李箱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吧。请问是刘太太吗？是。这位是吗？这位是吗？请问你是刘太太吗？是。我们到右手边这间帐篷好了。好像有人哦。我要介绍我平常露营最喜欢的单品，介绍给大家。露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所以呢，一件轻巧好收纳的外套就非常重要。再来要介绍呢，就是噔噔桌游。如果是带着小朋友去露营的话，桌游就非常的重要。无聊的时候玩桌游，全家一起同乐。方便携带的灯也很重要，你就可以提着灯，晚上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夜游探险咯。再来要介绍的是露营的时候人手一支的保温瓶，你就不用担心在帐篷的时候会觉得口渴。除了水壶之外，水杯也很重要，像这个水杯呢，它是可以互相堆叠的，收纳很方便。露营的时候可以收纳成小包的装备就也是非常重要，像是这个可以收成这样一个小包的折叠椅，还有这样可以收纳起来的背包。那背包的话呢，你去沐浴的时候就可以把你所有的沐浴用品装在这个袋子里面咯。副刊东新闻请把小编也打包带走报道。